男人呢、啊、更性感呢、啊。经常偷看老板的机密文件，公庆祝一下好不好啊？不用了，好。好以前不许没什么朋友，就找好地方来配你这套西装啊。老给你的保单，你看了应该没问题吧？是不是？在你后面呢，姓李的。啊。上个礼拜你和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？经常上床，大家陪你聊啊。王老板，试试新的吗？彭丽姐，大人有大量，不会介意。哎呀，我已经加保。大房，哎，你啥时候买房了？没我的房。谢谢。一个人喝酒。